餐前来条果冻。你们胃不好的话，把早餐吃过以后再喝啊。或者就到中午的时候再喝。除非就是你们平常饭量比较大的，或者是特别顽固的那种啊，可以一天早上一条，中午一条，晚上睡觉前一条，可以吃三条。不太顽固的话，就像我给你们说的，你们去喝。不会喝的一定要去找客服啊，一定记得去找客服。